我比较喜欢喝清新的茶，但真奶的话应该是五十兰。我也是五十兰，五十兰看起来比较干净啊。我喜欢喝什么牌子哦？别人请的最喜欢五十兰的，好像五十兰的，它的茶还不错，是它重点是它的茶本身。我觉得它的珍珠煮的还不错，我有时候会那个大小颗混珠。喜欢五十兰的。这杯好甜哦！哦，那好甜哦！这太甜了，这不 OK。这应该不是我的。对，奶茶太甜，珍珠我觉得中间有点硬。我觉得这杯比较好喝。不喜欢这个珍珠。一定是奶精泡的，最难喝的吧？对，就是奶精味吧。还蛮有弹性的珍珠，这是我会喜欢的珍珠。难不成这是五十兰？很像，还蛮 OK 的。对，这好吃哦，很香。我觉得这是五十兰，那珍珠蛮好吃的，这我可以把它喝完。珍珠太难吸，对，珍珠会噎到，吸不上去。吸不起来哦，糖水就是糖加水。这个珍珠不喜欢太软还是怎样的？它有一个奶精味吗？怎样？这个、珍珠煮不好，这糖非常多，茶味很少。我觉得它珍珠没有煮得很均匀，就是里面很硬，然后外面那一层很快就散开了。专业有天头。我觉得它有个奇怪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你看这是什么味道？糖浆是不是糖浆味道？你喝喝看，这喝起来是什么的味道？哦，红茶不好喝。红茶是那种早餐店的红茶。对，早餐店的红茶。裸。珍珠有点太软，一咬下去就整个四散开来，在我嘴巴里，它有点像仙草，比较不像珍珠。对，好淡啊。对，喝起来也很淡。那上面有一层油吗？不是啊，奶精。奶精粉。听去，蟹脚丁。是蟹脚丁。耶！你看。Oh no！噔噔，你看吧，我情侣真是情侣。想要参加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。